中国的家长在校门外高举告别式的花圈，还有城镇中学还我孩子的黑底白字布条，抗议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的城镇中学企图掩盖一周之内有2名学生在校死亡的消息，要学校给个交代，但校方都没有回应。3月14号，一名学生上体育课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，老师却没有注意到，拖了20分钟才发现，但早就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。14号，我就知道是一名学生。具体处理啥情况我还不太清楚。另一名学生16号在课堂上服药过量致死。中国近期学生离奇死亡的案件还不止这一桩。我是王子耀姑姑，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们不愿走这种形式在网上发声。中国河北省邯郸市的国医生王子耀3月10号和同学出去玩，却一直没有回家。家长报案之后，怀疑就是长期霸凌他的同班同学搞的鬼。最后在菜园里发现了孩子的遗体，家长要求验尸，希望能够见到孩子最后一面，却遇到了重重的阻碍。现在10:16了，已经过了10个小时了，我们还是没有进去。律师话才讲到一半，直播就被迫中断，直接被封锁。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，但现在已经完成了验尸。王子耀的爸爸说，过程比想象中的还要残忍，他没有感到害怕，只有心疼和愤怒，希望司法机构最终能够还给孩子一个公道。静新闻综合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